簡單。嗱，咁多啦，我一路緊啦。死啦，嗰個叫做咩咧？英文 ？Triplet。A baby dedication， OK。For one。OK。我哋開始咧有個 baby dedication 先啦嚇。好。咁咧，阿 Brian 哥哥同埋 Jessica 姐姐咧，佢哋覺得咧，佢哋咧係需要咧係將佢哋嘅 BB 咧係dedicate 俾神，好讓咧係神能夠。係一路 take care 呢個 baby， 呢個其實唔係哦，即係 Matthew 咧已經信咗耶穌喎。嗱 ，Matthew 將來咧要留翻俾佢咧自己決定啦。但係咧，Well what Ryan 哥哥同埋 Jessica 姐姐 do it， well 佢哋 commit themselves to raise Matthew in such a way a Christian way that one day Matthew okay. Will become Christian. Matthew can decide he will follow Jesus through his life. Okay? 行不行？所以呢，其實呢，我們一起呢，是會為 Matthew 呢，這個，來到去祈禱，但是其實我們也是為呢，Ryan 哥哥和 Jessica 姐姐呢，是祈禱的。Okay? 好啦，我們一起呢，好，Matthew。Okay. 天父，我哋将 Matthew 系交上俾你，真系求你嚟到看顾呢一个小朋友。无论系佢嘅灵命或者佢嘅身体，你都叫佢健壮。你让佢嘅灵魂、身体都系蒙你嘅引领，一日一日成长，好似当日耶稣基督一样，佢俾神你嘅喜爱，系都系每日增长。他的年岁，他的身量亦都同样的增长，求你的爱，你的供应今天就临到Brian 和 Jessica 的家庭，帮助这一对的父母，好让他们都是晓得怎样的是来到带领 Matthew， 让他是有一天是自己的来到对你讲，神，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并且一生一世的是来到跟从耶稣基督，直到再见你面的日子。神，我们就愿意你那个的恩典，今天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你帮助他们。前面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艰苦是要面对的，你都帮助他们来到去解决，来到去预备，一早的是知道怎样的来到面对。我们就将 Matthew 是恭恭敬敬的交上，你同他同在，我们这样祈祷乞求，仰赖恩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来到祈求。阿门。好厉害，好厉害，明白你叫什么人来的？突然之间有没有话讲啊？你第一见到你自己这样，有没有话讲啊？有咩講？係流緊口水啊 ！Ruffy 要聽天父爸爸話啦，知唔知？我停啦。好啦，跟住。